早安呢、啊，我们今天来开始一个新的系列。这款游戏是《Survive the Night》，它其实出了好久了，大概有六年左右差不多了。但是它最一开始因为非常的阳春，所以我就没有拍来玩。它的阳春程度大概就是跟可能 A8 A10 版那时候的其实差不多，可能再更阳春一些。而且那个时候没有支援中文，但是我最近来看的时候发现，哎，它有官方中文了，所以。不多说，我们就来先开始吧，直接快速开始。然后这游戏其实是有支援多人的，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其实跟朋友一起玩还不错。然后时不时有特价，特价的话大概是台币100多吧，还蛮便宜的。然后它还有其他的，有点像模组还是地图，不确定什么东西。到时候我们有机会都可以来玩看看。哦，我这样活下来，但我受伤，又饿又渴，我所有东西都没了，至少我还活着。我可以用这个废弃的屋子来改善我的状态，煮点水来喝。我确信我可以用附近的东西制作武器来保护自己。我必须好准备食草的袭击啊！哎，感觉还不错，对不对？来搜索一下。没东西吗？等一下，我们到底可不可以搜索啊？为什么我打开所有东西里面都没有东西啊？好，不管如何，我们来看看哦。右键打开，对，这好像是锁住的。然后这边都没有东西，我们看一下，在区域中寻找木头，找木头生火，点燃火，然后在火边治愈。好哦，它的画面484看起来还挺好的，毕竟也是就是几年慢慢下来，这游戏也越做越好了。只是我在想，我们第一步要做什么事情啊？他说要寻找木头，应该不会像那一块一样就直接啊有了。我们这样到底是有拿还没拿、啊？我看一下、哦、目前的健康水分在下降，体力，然后卡路里是我们的那个饥饿值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些是说明，可惜它没有全部的中文化，但是目前看起来应该是够我们。就是够我们玩了，有了，我们有一个绷带，然后我到底有拿东西还没拿东西啊？它的一是搜索没有错，可是有右上角有跳，有右上角跳，然后左上角是写说 your search for a try later， 我们需要晚一点再过来。所以其实刚刚左上角都有跳东西，我想应该有观众注意到，但因为我们一边讲话一边玩，所以其实很多东西都会就是忽略掉。哇，它的画面比我印象中的还要好哎，因为那个时候是6年前的时候看，觉得真的是蛮阳春的。来搜索一下，有一些铁 ，OK， 然后这边有什么东西吗？好，它的物品都是英文的，是比较可惜啦。不过目前还 OK， 就不算是哎呦武器，不算是看不懂。有了，然后这边可以拿来做东西。Day one， 我们可以制作个斧头。有了，然后睡袋，还有一个棍棒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有了，有木头了，然后要找木头生火。我看一下，我们要制作一个篝火，然后点燃它。目前我们如果要找东西的话，这个是什么？哦，我可以直接在那边生火。好 ，OK， 有了。然后站在火边可以治愈，有。再来是要搜索附近找到废铁，打开 tab， 然后制作水壶、水瓶空。有了，有一个水壶了，找水填满水壶。目前等级2，搜索。OK， 然后按 tab 打开物品栏，然后，我们的物品栏，把它。放置在上面哦，所以它这个有几个，我们就可以
有多大，我们就可以放多少东西吗？看一下，目前我们有一把武器装备。哎呦，可以可以，哇，装备，目前看起来整体的感觉不输骑士杀了呢。对，我让我对这个游戏大大改观了。水烧开了，然后再来是我们需要喝个水，有吗？好，有了，有喝水了。装备棒子，打击火以制造木火炬。看一下，哦，敲完就会有火了。打开背包，把睡袋放在地板。那我们这里，可是我们这边有一张床，我们还需要那个吗？好，这里开不了。哦，这有灯泡，我们可以开灯呢。好，还有烟灰缸。来，我们先把睡袋给放下去，放置。室外先放一下吧。啊，他说要放在屋内地板上。哎，我要怎么旋转？我好像不能旋转哎。那我们先回趟我们刚刚的家好了。而且我好像取消不了，应该是可以取消的，我不知道该怎么按。哎，有了有了，我们先回到我们的家。我们这个家比较大，刚刚那边有点太小间了。前面应该还是在就是新手教学哦。看这个整个画面，这整个画面有够棒哎，我的天！OK， 来，睡袋放置，好，这样没问题了。所以放置睡袋可以占领这个家就是了。按 F 查看整体讯息状态，哦 ，F 会直接跳出来。我们现在所有的一切，好，再来使用斧头砍一棵树。我们有一把斧头装备，来。旁边有一个，我是要照这个敲是不是？哦，我要照着把它切开。对，我要照着把它切开。有趣。所以我要绕着它一直转。哇哇哇哇哇！有了，砍倒树木后用倒下的树干获取木材。哎呦，有趣！然后用木材做一个木板，砍倒了，拿取原木，用木头做一个木板，应该是在这里制作可以用板子。它这边有说明，可以用多种方式使用制作。好，然后制作一把锤子。锤子，我们要回到刚刚那边，对不对？这里好像没有。哎哎，原来家里面就有一把斧头了，刚才没有看到。OK，Player 什么意思？他没有完全翻成中文，但好了，勉强是可以玩啦。反正不知道你们会跟我讲什么意思吗？我们先回来这边做一个锤子。然后僵尸包是不是每天晚上都会出现？如果是的话，那还蛮哈扣的。好，棒锤、斧头，我们要制作的是锤子。嗯，没有嘞。制作一把锤子，啊，我们要废铁。然后这个可以发电。哎。意思是我可以把它全部拿走吗？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这个是要来发电用的。发电完之后，这边的电灯应该是可以用。我在想它的意思。好，对，这边也是。所以我们到时候就是可能到一个地方，它电是断掉的，我们得想办法恢复它的电力。哇，没有想到，其实游戏蛮完整的呢。搜索，我们要再一个废铁。
我们刚刚的废铁来做什么啦？好，不管。然后这边有一个标示150多，我不确定那个是什么东西，可能那边有另外一个有废铁的基地，会不会？哎，它光影好棒哦！它的光影大概是 A18 以16:18那个时候的，其实啥哎？这款游戏让我很惊艳，但就是不知道战斗起来的感觉如何，所以一切都要等到我们遭遇第一个僵尸再说啊！有了，这边有废铁了。有了一个废铁，我们的锤子可以直接做，不用到工作台。好，制作一组铁钉。铁钉有了，使用这个铁钉来增加窗户的耐久度。好，没东西了。啊，他说 Trilator 应该是说他的物资可能会重生，会不会？因为这款游戏是可以多人玩的，到多少人我不是很确定啦，这到时候可能你们要去试一下，我们有机会也可以来去玩看看。然后看一下，换个火把比较亮一些，现在要晚上了，增加窗户的耐久度。 OK， 感觉有点可怕，慢慢的天应该要黑了。关门，使用锤子增加耐久度，锤子装备。哦，这样，嘿嘿，然后锤更多的钉子来加固。哦，有嘞。OK。再来制作自由放置的防御工事，需要更多的木头。更多的木头，我们需要等一下哦。木头，什么声音？你们听到刚才远处有稀里哗啦、稀里哗啦的声音吗？好，一个木头。对耶，物资找完之后，它不会在地上消失。可能就是为了要让就是多人可以说重复来找到东西吧。好，外面很多木头来了，放置做一个带轴路障，然后我们要放置一个路障。路障是在这里，路障，这我会不会戳到我自己啊？放一个小手握，尸潮大殴打前持续准备渡过难关。哦，好暗哦，超暗耶。我们现在有没有办法看一下？好，有，这样子应该没问题。我们有四发子弹，而且快坏掉了。除此之外，没有别的东西。我不知道斧头战斗力如何，适合砍树。它是一个很好的入门武器。我可以在哪边看到它的武器的效果啊？讯息，133是重量吧？哦，这边有写，但没有详细写说是如何，对不对？自动手枪在短程和中程是可靠快速，有点可怕。来了，看一下哦，换置武器。哇 ，OK， 冲过来！哇！冲超快，瞬间就到窗户前面了。哇！哎，全部都从这个地方进来了啊！我那个陷阱不是放假的吗？哎，我可以敲他的头吗？好像不太容易敲他的头。好，
来了，爬进来他们要一点时间。OK， 僵尸的移动是没有像其实他这么的那个聪明啊，不过看起来是蛮可怕的。摄取足够的卡路里，记得喝水，保持心理状态。到了早上会提升整体生命值的上限，意思是说我们活越久，我们血会越多就好了，就对了。可是我们，我们的食物怎么办？看一下 ，Please lock before open 我们要先开锁。对，我们要开锁才可以知道里面有什么。然后这些里面都是，这些都是那个的。我可以把锁，可以把东西锁起来。对，这边可以锁起来，不过里面没有东西就是了。好，那怎么办呢？他说我们要摄取卡路里，可是没吃呀。我们刚刚杀的僵尸里面有没有收到什么东西啊？收到一些弹药的样子。没了，哇，好暗哦。第一晚的敌人应该就这样子而已了吧？我们再回到刚刚那个，回到刚刚那个区域看看有没有什么食物可以拿。在这边，我们刚才收的时候没有收得很仔细。当然，我们之后可能要离开这个区域。我在想，哦，螺丝螺母，哎，蛤蜊罐头汤，所以它的东西其实要像漫漫长夜那样子，你可能要仔细看，因为大概也就是可能有其他人来过，然后把物资收完了。好，然后像这种的，好像是打不开的。所以我们其实如果要防守的话，在这边防守会更好，对不对？因为这是单一入口，除非他们从上面爬进来，否则我们在这边应该是最棒的。好，再看一下我们这里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刚刚没有收到的。一个火炉，然后没有东西，没有东西，没有东西。好吧，看来都没有。然后这个是放灯泡的地方。我们可以睡觉吗？我们好像不能在床上睡觉。哦，麦块才可以在床上睡觉的样子。然后这个浓汤是食物。好，看来只有这样的食物了。到了早上，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是先回到我们刚刚的屋子里面吧。现在画面大家看，应该是还勉勉强强看得到。我也是。我们应该要从这里开始进一步的回到城市之类的，嗯，因为通常在城市的大概要么死光了，要么就是躲起来。像我们这种在荒野的，反倒是第一时间比较安全。然后这个感觉起来，这路障，哎，我路障也可以拿回来啊，哦，所以我可以把路障放在，等一下，我们需要先煮个罐头汤吗？放置啊 ，Doki， 好了，哎，放置应该是要放这边吧，放在上面。有了 ，Cooking is cooking， 好，棒。然后放置，这样。这样敌人从这个窗口进来的时候，他就会踩到。这样子煮滚了没啊？应该煮滚了。好，食物吃。嗯，等一下，这罐头可以用开罐器打开。烹饪也可以在没有开罐器的情况下开罐子。啊，是我的火不够多是不是？嗯，可能还没有完成，
我要在哪里看到它的完成度啊？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开关系的话，是不能直接吃它的。哦，麦片，旁边就有个麦片，我这边收半天没有收到，也是挺呛。好，看一下麦片，有了，麦片可以直接吃了。然后我们现在时间是几点啊？2 AM， 现在是2点的时间。然后我们的火把是84接了火之后它就会持续烧了。85% 应该是我们刚才敲了好几只僵尸吧。然后熟有了。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熟的蛤蜊浓汤，我们就可以直接吃。好，目前卡路里是全满的，所以我们应该是不急的把它吃掉。水分的话就有点不够了。水瓶是空的。我们先，反正还有一段时间嘛。I look for DIY store。DIY store， 我们可以做什么东西吗？制作斧头钉子轴承。好，这个先不管它。反正我们现在第一晚应该是稳稳的过了。先回去再装点水。哦，你看那个远远那个小屋的样子，看起来够可怕。然后 dirty water taking， 所以我们现在有脏水了，可以。我们目前要满足的就是食物跟水分，然后好像不需要睡觉，然后血量跟体力就是这几样。对，就这几样，健康值 OK 就好。然后，哎，我们的脑袋状态是什么意思啊 ？Healthy 下面那两个，还是说那个是装备？会不会那个是装备的意思吗？先放置啊，你们知道的跟我讲，因为我的英文是数学老师教的，我数学老师英文不好。好，再来是我们。这个地方我不确定我们第二天还不会待在这个地方，不过我们加强一下。哎，哦，我还可以换不同的板子，哦，可是没有木板了，所以我们需要就是斧头。哦，有够黑，我们刚刚在那边砍了一棵树，在这里。看一下，这款如果多人一起玩，感觉起来应该会挺有趣的。再敲一个，不知道门可不可以就是加固。好了，然后我们这边，哎呦，这里也可以搜索。先这样吧，拿两个木头就好了，意思一下。然后我们家的这个火再加一点。好，哎 OK， 水也拿起来，现在可以把这个给喝。一个瓶装水加多少啊？哦，其实蛮多的，直接加满了。好，再来棒槌装备，它没有办法直接快捷键去装它。哎啊，我们要先制作板子，脆弱的木板。好，然后可能需要钉子，更多的钉子。有了，哎，板子跟脆弱的木板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啊。那我直接做板子就好啦。都有板子可以做了，为什么要选择做一个脆弱的木板？我也是醉了。好了，可能钉子不够，会不会？因为这个要40，应该是不能钉门了。我在想，钉门可能就把门封起来。好，我们看看可不可以把门钉起来。可以耶，门是可以钉的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们先用个脆弱的先看，然后没有木头了吗？
有有有，盯着这边，然后如果可以开门，先敲起来，看一下可不可以开门。有了，没问题了。不行嘞，它是整个门锁起来。那我这个会戳到我自己吗？会。不离停啊嘞，还好是说我们在火旁边会慢慢补血，而且在火旁边补血的速度感觉起来还蛮快的。现在几点啦？看一下，目前时间是早上六点，所以我可以。我没有办法穿过，我没有办法穿过去啊、哦！就是僵尸可以穿过窗户，但我不行。那怎么办 ？Locked， 我是把我自己封起来了。斧头装备。哦，可以可以，哈哈哈哈，而且我要敲好久，我自己叮叮四下，我敲要敲20下。好啦，至少敲得开就好了。我们好像也没有必要特别封门呢、欸。看一下门本身可不可以敲。哎呦，哦，可以。哎、欸，有人加入了我的世界嘞、欸，左上角。对，所以该不会我的那个快速，我的意思快速加入是代表我加入一个随机世界去了吧 ？OK， 再来是 Day 2， 打开地图，然后去找寻停车场放置导航点，然后前往停车场，看一下、哦、地图。哦，哇，哇。有大道哎、欸，这个有大道，好，看来我们这系列应该会很有趣啊。我们接下来一天就是一集的时间，我们就来去体验一下这个世界会是如何。我们会在每天晚上九点的时候更新，所以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，或者是你已经对这游戏有兴趣的话，就赶快买下来，说不定我们有机会可以在这个充满僵尸的世界里面相遇也不一定，是有可能的。哇、哦，这个风景多好！好啦，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，那我们就是下一集见喽，拜拜。